唉，博士，我仲想请教你一样嘢咧。近来点解啲米价贵咗，同呢个吓风水有冇关系咧？同啲星有关，又同星有关。嗱，地上嘅嘢嗱，咁样计嘅，嗯，我哋嗰个天星咧就系由，譬如由呢边系我哋叫丑宫，系即系叫做东北边，就一路顺个天球咧，就一路行去东北边，嗯，然后就一路去西北咁啦，嗯，咁咧就你记得我哋呢个节目里面成日都讲过噶啦，就系2019年嘅时候咧，嗯，就响东北呢个位咧就做过一次大日食，嗯。因为有其他几粒星，金星啊咩星嗰啲，就搞到咧我哋有疫情啦。系，咁然后去到旧年嘅十二月，好似唔知14啊几多号咧，就系呢个又一次嘅土木相会啦。嗱，嗰个就系最中意嘅土木相会，就啱啱响我哋叫做北边，嗯，即系子宫嘅零度。咁然后咧，跟住咧就嗰两粒星咧。就開始分離咯，因為個速度唔同啊。咁嗰粒木星咧就一路去，嗯，就去過去到西北邊。嗯，土星咧就喺嗰個子宮嘅位咧徘徊。嗯，最近呢由六月開始咧，佢哋兩粒星都行翻轉頭。嗱，因為呢、這個點解睇到個行翻轉頭咧？就是、因為我哋嘅地球嗰個自轉啊。嗯，佢。当他们走到另一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的样子是他变了由向前就变成这样转，嗯，他因为围着太阳的嘛，是，所以他就这样转咯，所以因为这样呢，他们现在的位置呢有一点是回去我们疫情的开始的附近，嗯，而很有趣的历史上呢就有的，怎么说呢？他说木星呢现在呢就大概在个牛宿附近，嗯，那古人呢就说道路不通，嗯，大家都知道啦，龙死于野，还有五谷多伤，米贵，嗱，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开完《占经》里面一部分嘅 notes 嚟嘅啫，我喺里面抽一段，抽几个出嚟嘅啫。嗯，今日我哋发生紧嘅事系咪全部都咁啊？系啊，啱唔啱啊？嗯，咁所以咧，仲有你留意到咧，就系我哋系六月开始咧，就系个疫情反弹，即系由七月八月嘅路啊，即系呢十月嗱，肯定系啦。点解咧？因为那些欧西国家说要现在与病毒共存，是的，与毒共存嘛，嗯，那其中呢你有没有留意过现在最犀利的地方在哪里？是我们新闻里面最少播的，除了苏联之外呢，因为欧西的新闻呢一定报苏联的衰嘢的，中国的衰嘢，苏联的衰嘢一定放大的。你知唔知仲有地啲地方好慘噶？烏克蘭，嗯，Latvia 知道咩？立陶宛啊，好似立陶宛系啦，波蘭，全個東歐一帶其實都出現咗好嚴重嘅事，嗯，但系嗰啲係因為佢係美國嘅民國咧，所以嗰啲歐西報章咧係唔報嘅。嗱，所以你睇唔到新聞嘅偏頗性啊？同一樣的事，我是在第二啲電視台度睇翻翻嚟嘅。嗯，你知唔知道烏克蘭好嚴重啊？唔係，同樣都是咧，你可能在烏克蘭啊，喺俄羅斯咧就聽唔到美國有啲乜嘢。所以我成日都話啦，你要係兼聽睇新聞都係噶，睇唔同嘅媒體噶。香港有一個好處，我哋啲 cable 咧。我哋電視咧可以睇到啲，我都話啦，可以睇到啲咩蘇聯電視台、土耳其電視台、咩阿拉伯半島電視台，係可以睇幾個台咧，你就可以睇到快成件事，真係嘅平衡翻啊！係啊，即係我每一個都有偏頗噶啦。係，其實咁米貴就係因為升噶啦，同埋一樣嘢，呢，嗯，這個位置咧，嗯，就啱啱係東歐嗰個附近，係，所以而家咪全個
東歐嘅一帶，其實就你都睇到啦，俄羅斯要鎖國放假。係啊係啊，其實波蘭咧係一個農業同畜牧業大國嚟嘅，好、啊、多嘅農畜產品咧都係波蘭出。而家喺呢個疫情之下咧，波蘭好多嘅凍肉咧係嚟咗香港㗎，大家去超市要留意一下。唔係啊，我屋企食緊啲烏克蘭蛋㗎。係啊。好唔好食啊？我哋附近嗰度有一间铺头系卖乌克兰蛋。哇，犀利喎！咁我有机会都要试下至得。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，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1000蚊，请即订购支持。